兰在，他把野色慢慢打，不急，今天打得稳一点，今天打得稳一点，好吧，打把野兽，不是不一上来就粘环境。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我上来打野兽，他出宝宝，我再接飞机，飞机完了再出宝宝。前面这个宝宝是高鬼，他前面这个宝宝是高鬼魂的，宝宝没有吸血。前面这个宝宝有高鬼魂，还行，宝宝没飞死还行。等一下换个顺法，直接换掉。他妈给我按下屠刀了，高鬼魂的，不让他宝宝吸血啊。只能换高驱鬼，直接换掉，不然等一下再吸两把血，这个高鬼魂就不太好换了。还有，还没死，有劲，我想一下，我要不要保一下？保不了算了，保不了就废。哎，必得吸破高鬼魂又无所谓，随便你高升，没换死就算了，不强求。他宝宝跟人物不配速，你看见没有，兄弟们？注意细节啊！他宝宝跟人物不配速，人物点倒之后锁脖了呀！哇，你还点我呢？行，你还点我呢？你妈凭什么点我？我都搞不懂，真的，我没点你，你还点我，真的。直播间兄弟说，你就那一个高血给的宝宝，你强求个毛，兄弟？觉得你说的也没有毛病，真的。他一个 O 能把我两个都 O 死啊！啊，兄弟，163了，看见没有？他就疯狂用大金，懂了吧？他只能疯狂用大金，就这么简单。压死再说。他只有一个配速能顶药，咱们还有一把破血。重新加命吧。地图变身。哎，这一把用飞机的频率非常的精髓啊。嗯。远程团战不能死，不会想不通，引弓点我吧，兄弟。这有点过分了，很聪明啊，一个点一个驱鬼眼，很聪明啊，这个人打的还是蛮聪明的。免息，宝宝这一把宝宝死不了，给人物顶个药。你别逃跑啊，大哥！先把你爹保住下坡，再保你一个。163一把都不说，我还好，我操，还行了，
别死，别死，别死，死了死我了，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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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个归宿还有局，别死，别死，别死。以后不能给人顶药了，得三星小孩，小孩他妈的稳得住，他妈人稳不住，大哥大哥，我操，可以兄弟，妈的几点血，197点血，我操，你他妈搞什么花里胡哨啊？又什么火甲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真的，你在玩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啊，兄弟？你这是闲闲死啊，兄弟！我操，没追踪。直播间兄弟说每天被虐有啥意思？那你每天在电子厂打螺丝，你有意思吗，兄弟？那你不跟我都差不多嘛，兄弟？我操，火甲术他妈的会反击，我操！哎呦，打这个人，出配速没用啊，就他妈两个九转的，你没看见，兄弟？还他妈洗牛精，我操你妈！妈了个巴子，还他妈起牛劲，老他妈干死你，还他妈起牛劲，我都不知道对面嘛嘻嘻哈哈的又不秒，他妈关键时候他妈起牛劲了，啊兄弟，你起牛劲，叫你起牛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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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起不起牛劲，还起牛劲，拉起来变身，变身之后换千术，千术顶大金，大金丹武农丹，大金丹九转用，只能这样打了，你懂吧？这个时候地面出隐身宝宝就不太好破解了，实话实说啊。这个时候地面出隐身宝宝确实就不太好搞了，这一把宝宝不能点拉，我就要搏一下，我人物比他引攻快，如果说这一会儿点拉了，等于说只有一个九转了，这一手得搏一手。OK， 看看这个是引攻还是归宿，先别急，想一下，这个应该是个归宿，是归宿。咱们这个时候就得干嘛呢？咱们这个时候得出配速，这一把拉起来，宝宝千万不能死，拉起来，得出配速，配速大金丹九转用，给自己空顶大金，兄弟们能懂吧？先把他前面这个宝宝清掉，清掉前面这个宝宝的话，直接打他的九转了。这个时候九转已经没有用了，你懂吧？这个时候就是空顶大金了，没有别的花招，空顶大金就可以了。还差一把飞机。赛罗飞完了，直接给他出引攻。哎，这一会儿人物倒地有点亏啊。最后一个九转了，哎呦，这一会儿有点亏，这一会儿人物没倒地就好了。他宝宝没有死啊，这一会儿宝宝死了，这个九转用不了，这一会儿飞机对面接取一秒，不出163没了呀。对面不会又他妈起个盾吧？又给机会吧，兄弟。飞死了，飞死了还行，对面归属有点拉，应该。这个时候换引攻，引攻冲一下，有局了，有局了，有局了，这两个引攻一出就有局了。对面宝宝不配速啊，五回合变身，这他妈是个公宝牌，这他妈到底是个公宝宝还是个法宝宝啊？我感觉后面这逼他妈的有点像引攻啊，我感觉这兄弟有点像引攻啊。还行，雪宝宝还行，
他这个宝石肯定是拉不起来了。宝宝锁脖，死不了变身。每一回合都要空顶大金，他也有可能没九转了，你懂吧？两个宝宝锁脖了。OK， 龟速给我丢罗，还行，龟速给我丢罗，一回合870我，还有1000点血，两回合变身，这一把飞机。飞机我怕这逼他妈的把老子给震死了，这一回合我还不敢飞机，这回合直接现行，这回合还不敢飞机，我怕这逼他妈把老子给震死了，我操，这他妈对面这他妈血宝宝有点多，下一把给宝宝加敌，对面宝宝正好出隐身，成败就是这一回合的，龟速也难，我的宝宝慢，想一下对面这个宝宝起来了，最后一把敌了，哥1000点血，这一波卡不了药了，人死了算了，这一波得贴一手顺法，得把这个壁垒击破清掉，死了就算了，不贴顺法没了，一定得把这个宝宝秒死啊，哥现在就是宝宝打他的人了，人物看一下能不能出把163，兄弟也没东西了，好吧，就是两个宝宝，两个公宝宝打两个雪宝宝，地雷击破还有五回合起来，哎呦，对面还有九转了，可以，这一把神又很关键了，还好提前给宝宝顶了个紫心，预读完了，下一波宝宝满血了，顶了个紫心预读完，下一波宝宝满血，还有九转，来，差一点点，一丢丢锁血外挂锁住，没九转了吧，哥哥，兄弟们，不要说运气，对面操作差。就这一把大炮真的，但凡有一个垃圾操作，这一把都赢不了，尊不承不承认。